如果说你会出现错误的，那么它会算不出来。比如说，我在这个 SYG，这个 S 我把它变大写，有没有这个 S？没有，对不对？也没有这个 Y。那请问你这样 G 算不算得出来？虽然你打勾它没有出错，因为这本来就没有实质上的错误嘛，这是逻辑上的错误哈。好，现在我故意设错，你来看看那个百分比那边有看到 NaN 三个字的吗？你只要看到 NaN 三个字，二话不讲，他只告诉你这一块剩没出来，没有办法显示就对了。这样了解哈？嘿，所以你如果是这样的错误，应该通常都是在你这边有错，好，就是你的这个语法这边有错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做那一个了，百分比那一个哈。那么现在我们增加一个图层，好了，好吧？好，增加一个图层哈，就不要用原来这三层，增加一个。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用这个，好，用这个矩形的工具就好了。其实我在范例里面有给你另外一个是圆形的，就是说你下载，你也可以用圆形的啊，这样满出来的有没有？往上满，像我们上次看那个温度计啊，像这样上去也是一样哦。温度计那个它，你如果要做，可以用什么折射片呐、啊？折射片有那个形状就折住上去就好了哈。好，那么现在用这个，那我外面有一个白色的，里面我用一个黄色的，可以吗？好，我们就把它画出来喽。我先画粗一点没关系，大一点哈。好，那待会呢，你画完之后，你先看一下这个多大，点到它，这是它的形状，对不对？这个是不是298.8？好，然后呢？待会这个里面的哦，我不要外面的这个哈、哦，外面是不是有那个白色的框框？因为我们说 flash 画出去之后，这个是不是就分家了，对不对？我只要里面的，请你把它转换成一个影片片段。我现在选到里面的，把它转换成一个影片片段。好，叫什么名字没有关系。好、哦、好，确定。你先做到这样子，来，画面还给你。地方啊。我们的 loading 是要从左边跑到右边，这是比较常见的。所以你有发现我现在预设中心点在哪里？中间，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待会缩放没有调整，只有变这样再缩放，有没有？所以这样效果就比较差。所以我们应该要把这个是不是要调到左边这边来？那待会呢，你在做的时候，是不是就等于从这边慢慢的拉拉拉拉过来？所以外面那个框框是要给你看总长度的。了解意思吗？所以我刚刚没有把它转换成元件嘛？你说转换成元件，是不是大家就一起缩放？诶，这样我也不知道你的那个下载最后要到多少，你就只看到一条在跑而已。好，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会把它就是弄进。那现在就请你先把中心点先调整一下，来，先把它转过来了。那么我点到它，可不可以给它一个名字？因为你要控制它嘛。所以比如说我这个叫 BAR。影片片段哈，BAR 这个影片片段，好，那我怎么样去控制它的宽度？它的宽度是我像我们刚刚讲的，就那原本的宽度乘以百分比就好了，百分比我们就是 G 嘛，算出来了，对不对？那我怎么知道它的宽度是多少？有两种方法哈，来，我们来看一下哈，那还是要回到第一格来，因为在这一格去算的哈。好，你看哦，我算完这个之后，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我们刚刚一开始哦，这里面空白没有做什么。你今天如果要做什么，这边都是在算那个百分比的那些过程啊。哈，那这个的宽度，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一个属性是这个。你看看哦，我们在影片的影片片段里面，一样有属性，对不对？宽度也是一种属性，高度也是一种属性。所以你看哪一个是宽度？有看到了吗？对不对？还记得我们讲，如果是比较早期标准的，前面有个底线，底线 S 就是 S 坐标，底线 Y 就 Y 坐标，那是底线 width，对不对？那有宽是不是就有高？这两个都是一样的。那么现在我要指定人，所以说我要来这边哈，指定谁？从这边你可以从这边选。我们刚刚是不是有一个？是不是这一个人？
哎，我要告诉他，哎，这个人他有一个属性一点，然后呢，告诉他哪一个属性，就是刚刚那一个影片片段里面的属性宽度，其实直接打比较快啦。这个它的属性，它的宽度要等于什么？是不是要等于它原本的宽度？原本的是298.8，假设我要直接打的话，乘以 g，对不对？可是 g 要注意一下，因为 g 我们已经乘以100了，百分我们刚刚的 g 是不是都是二三四，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所以这个宽度，这个宽度是我全部的宽度。全度是要乘以它，还要除以多少？几麦呢？因为这样才是零点几呀、啊，也就是 s 除以 y 的意思啊。了解意思？起码是安呢，它的全部宽度是这样，安呢是298.8嘛，安呢是100%啊，对不对？那我做一半的时候，是不是等于它要乘以0.5？对吧？就等于 s 除以 y 就好，不用再乘以百分比一百，好，所以应该会像这样子。那现在呢，加一个分号表示结束。那我们现在检查一下，没有问题的，我们测试看看哦。有没有看到它在跑？这样 OK 的吗？对不对？就是它的宽度是不是就等于刚刚那个全部的宽度乘以那个已经下载除以全部的？所以它就会跟着吧，不然65%、75%。这样就过去了，OK 哈，来。